老吴，帮我找一个这样的聪才手足。你好帅呀、这种富婆说话就是好听，像他这样子的颜色我这么鲜艳，底子又这么细，市场价正常都在4万块钱左右，把他3万块钱拿下来，真好。我预算10000。10000？怎么可能嘛！你不要被这些女人给骗了呀！别搞啊！你那个廖准明有几万块的东西，你不要10000，我怎么找嘛？去哪找嘛？都找不了的呀！你就当带人家去逛逛街，看看翡翠嘛。人家疫情过不来，给你点赞。走吧走吧，我的老天啊，冰娇春带彩，然后这里挑的很有个性，很个性的一条绿，这边还有一条很个性的一条紫，这种不是温烈啊，你们不要以为是温烈，这个品质很高，它两条色带，就是圈带大了，这个翠和五一圈，今天圈很小，看能不能截到高品质的肉吧，大圈我今天自打我不可能接，再找一下再看一下，冰娇腰紫罗兰，那颗星没有绿，这条就是小圈口的了，小圈口高品质可以剪肉，当然它没有绿，今天要找春彩，耶、有的春彩都太大了，这里有一条，那里太大了，大了一点点，都带不了，再看一下。哇你老天啊，这条龙船也漂亮，黑沙皮，下面底子也不灰，然后颜色够正，底子也细，结果都是一板拿走，刚问了不给压一个座位，那看一下有没有单条的，不然的话板料就很好选择，你的圈口大小都可以选，再找找看吧，找一个真人失恋的方法。哇你老天啊，冰紫色，然后圈口也对，就可惜没带点绿，然后种水高啊，这种梦寐以求小仙女戴的冰春色就是这样，戴在手上粉粉嫩嫩，她如果飘点绿，然后种水不这么高，她预算就对了，圈小小剪个肉多好。春彩的有点少，有的又贵，你看那边有大板料，板料咱不能买一板回去，去其他地方看一下吧。哇你老天啊，这么多货，春彩啊春彩啊，看一下这一套我很喜欢，那绿真的够阳够甜，很漂亮的，它做出来泡完光了之后就很美了，然后就是紫色太淡了，这个人见光就死了，然后这一套的话就是颜色比较漂亮，那可惜就是上面有一点灰灰的，而且这个圈有点大，做出来的话要58了，戴不了，今天五一圈有点难找，像这种的话圈都太大了，我挂了半天，这里起码有几千两，我在这里摆找不到，圈太小，到手的剪肉有点难，太难了，他那边有板料，板料就能做，但是他是按大圈口的价钱，你买不划算，你买都3-4万块钱，好累。这一板就很漂亮，种水够，颜色不失色，把灯关掉，它同样它也是颜色很漂亮的，就是它打的是黄金圈的价钱，一条大概5-6万，这是高货。你小圈口板料就可以做嘛，但是不划算呢。哎呀，加点钱嘛，有钱就好办事，搞不定了。这边贵妃品质又低了一点点，找不到。以前切石头就这么切了，从清朝末期至今到现在有100余年了。行了，别装逼了，你货还没找到呢。找不到，你就被那些女人给骗了。你明明几万块的东西，你非10000，你别看她声音甜，你别闹了，找不了。再找找看嘛，别忘了粉丝说给我们点赞了。累呀、记得点呐、太累了。这板是真漂亮啊，就是这板超预算了，看它上面写的价钱要谈下来估计够呛，再挑一下吧，我先把所有的春彩给它挑出来，这两条圈好，那这条的话色够辣呀，真爽，就里面可惜有点裂，这是色加裂，然后这条的话就底子粗了一点点，因为好几条春彩我觉得最预算的最合适的还是这一条，哇你老听我了，刚好它就是一抹阳绿，然后下面的紫色很漂亮，底子又够细呀，它没有那些粘棉死棉粗颗粒的，这种就非常漂亮，而且圈口也对，这卖多少钱啊？哇好热啊，你这个空调不开，我去别空调了，这光的啥呀，你就特意关空调，为什么？你不看的话，血本无归。不可能，哪是这里亏的？2000。8000了？没有，这没给你赔。行了，8000了，差不多了。差很多啦。是啦，行了，8000了。说实话，你这条确实很宽厚，但我不用做这么宽厚啊。那你的问题啊，你难道是？你不就紧张，难道还要漏？那你最大也只能做到56，我只是想做个52+。那是你自己要选择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卖！再买。1800，我也发8800嘛，8888，8888，8888，好吧，没事了，哪卖掉了？卖不了啊，这个，这我，那还真烦似的。行了，真卖不了，薄利多销了，卖多一点了，便宜拿个数据都卖了，卖了，真卖不了啊！哎呀，卖了吧，我气死我了，我去，行了，好好谈一下，卖了吧，真卖不了，出去多少嘛？12000，出去了。10000买10000整数好不好？真卖不了啊！行了，10000买呀！你太疯了呀！别说了，我上去。10000买啥？9800啊！9800，200留给我加工。9800，你别硬吃，我转你啊，我转你。季节的风像春天那样的让人感觉人间温柔，带与春日相呼应的翡翠手镯，然后给我点个赞。